他为了你背了这么大的黑锅，你到现在还觉得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吗？你的意思是让我离开公司，对吗？干嘛要拿你报告啊？连蓝宝石都敢偷，谁知道会不会偷别的东西啊？小七他偷蓝宝石的事被爆出来了。谁报的？闹得整个项目都破产了，也连累方总啊，被人议论纷纷，太不像话了。你是我女朋友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帮你呢？早就不是了，是你自己说的，以后都不需要我了。如果你继续不知收敛，我不会再袖手旁观。那如果我答应让他走呢？不管那个柴小七怎么闹腾，只要我动一动手指，就能让他们之间的回忆消失得干干净净。恐怕得让你失望了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放弃我哥，但是你能来我部门工作，我还是很开心的。你怎么能随便在一份废掉的策划案上签名呢？我刚来公司没多久，有些事情我也……在公司里只有同事，没有兄弟。方烈带着小七出海了，可我刚接到消息，台风已经在附近的岛上登陆了。方总，您会有危险的，而且很可能会下雨。我不会让小七受到危险的。怎么没信号啊？接电话。